原来上妖上欠的时阵，我想要吃什么山珍海味，是一种上普通、上熟悉的滋味。紫薇，紫薇，冬雨已经来啊，紧过来坐。你两个吼，足久无来啊呢，是不是去佚佗啊？你也未点菜哦？那呢吼，我得要穿甲正正同款嘞，好不好？多谢老哥。来。比较看到你，是啊，你多少班哦？嗯，来谢你哦，来，这两碗面，稍等了。来，这小菜，待会交代。多谢老板。我自己来就好啊，不要紧了，关系啊。哇！这头家哦，真正足热情的，搁专工穿一个小菜，互咱分来吃。唔免分来吃啦，你吃就好啊。是的啦，是我讲唔对话哦，咱都已经无做伙啊，袂用讲分来吃。我的意思是。我迄牛排啊，日本料理吃了足鲜的，啊，雄雄想要食一寡较简单的，你拄下班一定就要的，你食就好啊。安尼听起来，你应该过了足好的，做安弟对你更好。安迪对我真好，阮过了真幸福。那恁阿爸应该足欢喜的，伊真心甲你叫个囝婿，无好意思无。伊即马逐工在找恁去吃大餐，毋免欢喜。紧食啦，你要过去啊。天下空日头落山，心内有淡薄苦涩，思慕是算啥，一人一半，最后剩我伫这。我对你亲像迷茫，哪有听是谁来答？世事的变化，情分一晚，今麦跟情好吗？你不要回去，还是我送你。不用啦，等下安迪来载我。没事。再见。听讲你苦活，过顶心痛，破碎无奈的生活，无缘作伴，明知落下，袂堪。等到天地相合，归西情相偎，依依不舍，不甘将你放下。
吃看看。今天的约会行程就是为你讨论。我对你亲像密码，哪有听到下里是谁来打世事的变化，情分一话相爱敢有影。我们就是说那个时阵的日子又够艰苦又够散尽，想要哭煞是上甜蜜的时阵，想要哭想要唱想要任性，拢有你陪伫我的身躯边。我唔可我煞无法度倒去啊。我的路即马伫个另外一边。我一心回航，依依不舍，不敢将你放下，依依不舍，不敢将你。这卖人哦，是愈来愈无教养啦，这是公共场合呢。讲话这么大声，都不用考虑到别人感受哦，真正足无水准。姐娘，伊即摆是咧讲咱哦。嗯。啊，咱伫咧遮开讲，敢有碍着伊啊？你是啥物身份？凭啥物安尼骂人啊？遮是咖啡厅，毋是菜市啊呢。那有一挂吼无出尊的人哦，你会伫个遮中央中去啦。我看吼，我还建议家己听下头家啊，以后伫个遮爱设门禁啦，看免哦，和好心蚊仔爬入来，影响着别人的心情。口气遮大，香草，你有才调就甲规间餐厅买落来啊，若是无法度就点点。我甲阮阿姨就无共款啊，阮只要一出手。就会当把规条路拢买落来，有几心情就这副气性，就会当伫个咖啡厅讲话这大声性。嘿，你真奇怪呢，大家拢是来这消费的，凭啥你就太高尚？啊，阮就是好心人啊！哈，妹妹先，我去。你妹妹啊，来，继续妹哈。啊，我这边就该落去了。乖条，讲你讲较细，妹啊，继续啊。你做你路啊，阮才无得惊。阮公司的律师一大堆，穿便便等你。就是讲的，做菜发凉菜。完了，我敢有讲唔对？是你先开始的呢？是你讲话先大声好无？我是倒位咧大声啊？吵到要死呢！是你话吵哈？阮两个人在开讲，到底碍着你啊？你真奇怪呢！恁两个人是有病是无？小时候恁没人啊？妈，麦彩云，咱来走。等下。要走的呀，先叫伊跟我回室内啦。两位阿嫂，人家对伊过阿当来尔，你嘛莫安尼讲为难。你个啥阿嫂？小安迪，你的目睭是藏在垃圾内底哦。你哪会伫遮啦？安迪，你有识啥哦？你还在家啦？周安迪，你越来越不是款哦。拄则是迄阿舅妈是讲阮两个人无水准，我才马倒转去的呢。啊，你代志无顾好清楚，就咧替人讲话。周安迪，你是好日子过伤久，未记恁姊也想无法度忍受何凡话人是无？周正，我警告你，今仔是妈安排，我来跟人家族联姻的。你是你的双亲对象，就普通的人。你若想要知影伊是啥物人，你家己等于问嘛。你若想要破坏这桩婚事，安尼拄好顺我的意。也毋过你转起来家己甲妈交代，就交无伫台啊。安迪，到底是啥物状况啊？无啦，一场误会。至于是阮阿姨，至于是阮姐，拢是熟悉的人，
因是开工生巧，无歹意啦。对啊，咱嘛算是不打不哦，唔对，不骂不相识。林总、林某爷，温馨来啊！阿姨，是嘞，阮这有时阵是较暗吧，拄则若是有倒位去得是着你的所在，请你莫甲伊计较。我搁一摆代替阮这向你核实嘞。亲像你这款富二代哦，这样有礼貌，啊做事大，搁再会尊敬少年人哦，已经无济啊啦。啊，白白共款的白布嫁出来的，哪会差济哈？莫徛呀，坐来讲。姐啊，啊，这卖什么情形？我唔是要来破坏这层婚书，让因讨厌我的吗？哪一点都越来越加分啊！不错，佳姐，金大叔一定跟你讲，我今日请你来，是要修改我的微笑。正经维修的内容，是我要甲信华30%的股份，然后等政府的补给，因为即摆已经找到人啊，所以马上甲股份过给因。伊的太太叫做江碧玉。好，那我马上准备内容，然后当董事长签了了，然后马上生效。多谢你，安尼麻烦你啊。没耶，是派股份，没给江碧玉。淑芬，请胡林出去，我来讲证书。董事长，我是盛发集团的董事，你要把盛发集团的股份给外人，我想你不应该在场。我现在所讲的是我私人的财产，不淑，请你继续，别受影响。明的，你再闹，我就再紧会把你赶出去。我已经做好准备，要向江小姐请罪啊！那你养母呢？你敢有替伊想过？养母感觉你同款，这么勇敢。这件代志我甲养母讲，我相信伊一定卖同意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，江票一年完容你？伊若是知影伊红尘安那死的，一定万分的自私啦。请这古早跟你往来，那呢？你想要暗中照顾伊，嘛无办法啦。你安尼讲，你只是无愿意看到你的死对头有好日子通过。你就是一个心肝这么坏的人。算我求你，你想要弥补陈静惠母子有真侪方式，干咪你爱摕咱陈爸的股份给伊？你到今嘛阁无了解，这毋是摕。我只是把原本应该属于政府的物件，献给伊的家属。哪里属于我的物件嘞？我的幸福，我的快乐，我原本平静的生活，谁来还我？周新强，你从来唔好顾虑到我的感受。我别个已经死去的陈正伟后边，我会捏吞论。啊，不过伫你的心肝内，今麦江碧玉搁摆在我头前。是你比我更重要，这口气我忍不下去。你是安怎要安尼想？这20几年来，我总算会当面对我自己的良心去做一番弥补。是我的太太，你阁不愿意看到我安尼？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好啊，你要提上百个份给江碧玉来弥补你的良心。啊！不过你唔知影要安怎向伊开嘴对无？我是你的太太，我来替你代代方方甲这个代志讲出，好我来替你实现你的愿望。